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宇。OK，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个久违的二诊。久违。什么是违？没有，今天要违久。OK， 我们来一个久违的二诊，就是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口袋音乐的录音室。口袋音乐。然后今天我们是陪阿旺跟 Jasmine 来录他们两个人的 cover 的。Yeah， 就是很睡那种山下里面的那种 cover。对。然后前两天呢。Jasmine 的 channel 就出了一个影片，就是 Q&A 了。然后阿旺也在那个影片里面公开讲要追求 Jasmine。是啦，大庭广众公开讲我要追这个女孩这样子。对对对，她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欣赏她的一个 YouTuber 了。OK OK， 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啊，就是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然后突然间一个灵感，就是等一下我们趁机会找 Jasmine 出来，然后我们串通 Jasmine， 然后在一个气氛很恰当的情况之下，我要 Jasmine 走过去跟阿旺讲，哎，你追我不是，我决定要，我要接受你的追求，就是让阿旺以为 Jasmine 正式接受他，哎，就是哇，你跟我录完一首歌，你就被我打动到了吗？虽然讲我的歌声很好听很动听，可是你竟然录完一首歌就决定要跟我在一起。Holy shit, holy 难道是他喜欢我的中二病吗？我不叫中二病病病。OK， 所以呢，这个 plan 就是这样子，就是等一下他们录完音过后，我就要找一个机会叫 Jasmine 去跟他们讲，哎，我接受你的追求了，就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可以在一起了。然后阿旺一定很开心的嘛，但哪知道到头来其实是一场空。还是要来多一个 makeup。人总要学着孤独，学着慢慢去长大。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你就快不用这样孤独了。不要你希望要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哎，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吧。只有看着你的背，我才能说出心里话。我是还没有跟他讲什么 plan 的，所以他不懂什么情况。等一下我要跟他讲什么。人总要学着，等你录完片，慢慢去长大。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OK， 如果最近有关注我 Instagram 的朋友咧，都会知道，就是我最近跑去买一台钢琴，因为我想学钢琴很久了，就我跟小兵两个人其实想要学钢琴很久了。然后那一天就是去买一台钢琴，然后我现在就大概小弹一下给你们听一下我们这几天里面学到的一些钢琴的歌。OK， 现在就为你们演奏一首周信哲的《怎么了》，然后开始了，来吧。这边的那个伴奏我还没有学会，所以现在正在学这当中。然后我们的手指的摆放也是不会啊，因为整个好像很硬这样。然后如果是看着这个影片的钢琴玩家，你可以指导一下我们手指的摆放应该要怎样摆放。现在就是来一首帅到分手 ，OK？ 我帅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选择向前走，现实将我抱走。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噔噔噔噔噔。什么？你破坏了这个气氛，你知道吗？什么？有这样低吗？有这样低吗？应该要有的样子，是就是我们这样子。给点掌声，给点掌声啊！不要这样，给点赞。你们的掌声是我们的动力，是不是？
要给掌声，同时就要给赞。对对对， okay. 所以让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 prank。Let's go。OK， 现在呢，阿旺跟 Jasmine 呢就已经录完音了，然后我们已经全部上车了，因为刚才时间很匆忙，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可以跟 Jasmine 沟通。然后我刚也跟他们讲了我的 plan 啊，所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的 plan。现在我们要去吃，所以等一下。点啦，所以等一下我要找机会再跟 Jasmine 讲，然后我们再开始做阿旺。来讲，觉得阿旺有什么反应？很开心。真的、啊？嗯。然后结果他知道是假的过后，他会怎样？很伤心。这我们要提早讲，不然等下这餐就免费了嘞，说不定。嗯，哎，他开心哦。是哦。这样开心要讲，哎，我请客，我是在跟 Jasmine 在一起啊。嗯。OK， 我们就这样子 plan， 然后他给了钱过后，我们再跟他讲，其实是假的。OK， 所以刚才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原本就要开始我们的计划，可是因为那边太吵，然后那个气氛也不对，所以我们就现在回到 studio 才进行我们的 plan。 然后我现在就要跟 Jasmine 讲我们的 plan。 来，你过来。老板娘女主角阿旺现在已经公开要追你了，是不是？所以 OK， 阿旺现在在外面剪片，然后我就要找机会开始进行我们的 plan。 嗯，我们先各自出去一下。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叫我忘了。嗯，是不是通常我叫你进来都是有好感的。我知道你在公开局在什么。不懂啊。骂了全世界。你有谁在爆啊？我没有看过人家追你，甚至要这样公开。什么嘞 ？OK， 所以你公开局在什么？等下我东西要讲。一些酸民样啦 ，OK， 就请你们高抬贵手，真的。对，请你们。真的真的，请你们啊、哦，就是祝福我跟，请你们就是祝福我阿旺，就是追求 Jasmine， 然后不要讲一些话，好，所以就是希望你们体谅一下，体谅一下 ，OK， 把你们嘴啊、哦、管好了，这样子啊。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你要说不急了 ，OK， 小手不 ，OK 如果你赢了，你可以叫我做 everything， 但如果你输了，我只需要你现在走出去跟 Jasmine 告白。反正没有差好吗？是没有差好吗？是不是？是没有差啦 ，OK， 有糖吃。好了，喂喂喂，哎，叫什么？简。不然你很突然呢，你这不是拍吗？没有，因为你跟 Jasmine 告白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就是你拍那 video 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看到，所以我现在我只想要看到你出走出去跟 Jasmine 告白的那个画面。所以你要做一半那种动作？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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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喂，单纯叫做不吧？你去跟他告白。你拍 video 还是什么？我要拍 content。剪刀石头布。所以那一盘了，一盘了，不是三盘两胜。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做人很干脆的，一盘定胜负了。反正告白不好吧，没有什么问题。各位，一盘我不中奖。没来过来过，来过，走一盘吧，走一盘吧。哦，走一盘吧。啊，直接一盘定胜负。OK OK OK 啊，剪。出剪刀啊！出剪刀啊！我不知道出石头，看你哦！剪刀石头布。我讲了，我做的很老实。老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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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想告白？你随便，你要你告白都要问我啊？对白吗？我那里懂你想告白，你随便啊！你要有诚意一点哦，你要很有诚意的。诚意吗？诚意心我有。你叫我进来吃。Go go go！哎、欸，那你人坐这了 ，Hello。喂，我真的觉得你们一模一样哎，很巧哎、欸。真的，真的，你问他刚刚好。真的。问他有没有黑色的长袖狐狸样子，然后刚好他拍了这件给我，又刚好有哦。嗯。所以是刚好，说明高抬贵手。嗯，所以如果这样刚好的话，然后你现在要做吗？哦，就。又来，意思怎么着？就我，我想你啊，然后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啊，好啦，不要玩鸟啦。有没有一种就是飞上天？
喂，做 brother 的不要讲没有给你爽到三分钟，三分钟都没有爽到先。又酷又开心了，是不是？是不是？手又有的握，你平常要连握都没有，你还有的听兵力叫你姐夫，这东西已经是你今年里面最开心的事了。可是你是时候要信仰，信仰我，信仰。耶、yeah! ！我拿这种东西来玩吗？真心的。OK， 所以今天的这个二诊阿旺的计划呢，就是这样子完美的落幕。然后刚刚就你们还肯定是看到阿旺的反应，还是真的是很吓到了。然后这个好像求婚成功这样，然后有一种冲上了天堂，然后跌下地狱的感觉。OK， 好啦，所以今天这一集 Prank Video 就到这边结束了。然后啊